台中收到台糖申请复检，搁再检验结果，第四天发哦，就知影。卡球明星梅西，香港友谊赛则是无上场，三场四万的球迷感觉真愤怒。各位乡亲，大家好！你今麦收看是公司中岛新闻，我是柯天辉。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过路人的安全。台南一个汽车驾驶被倒翻的时阵，是直接为后边弄到过车路的过路人。对此，警察是表示讲，上司会罚36000元，吊扣驾驶执照一年，该参加道安讲习。日顶一道，不管是奥多麦还是行人，都赶紧通行。不过一台白色的车辆是偷偷往头前驶，但是伊似无看到车头前有行人，直接对背后甲撞落去。女主嘛当场飞起来，摔位地面。我觉得驾驶在那个时候可能有一点在注意对向来的机车，所以他就看到没有机车之后就马上切过去了。如果那个行人庇护岛有发挥作用的话，是可以防止切西瓜驾驶去撞到行人的。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行人庇护岛要盖出来了。代志发生伫个二号下晡，单行女驾驶驶着自由的小客车，伫中华西路二段东向西行驶，弄到拄仔伫通行的行人，造成人行行人手部甲伊脚踏夫有擦伤。啊，汽车驾驶酒测值为零，令行人手部及双膝有擦挫伤送医。有行人穿越时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因而肇事致人受伤。将依《道交条例》第44条第4项，处新台币72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并吊扣驾驶执照一年及参加道安讲习。台南市政府是表示，对去年5月份开始，以林本交通为出发点，推动百大路口安全行动。目前已经是完成行人专用西向100处，行人合计西向早开300处，行人票号到19处等优先行人的措施。但是小港有驾驶无注意路口停等的观念，行人的安全小港是等待重视。记者郑云丹报道。免怎来保护过路人？今年林世鹏推动人民就趁新年国会立过即个上任，去立法院呼吁各党团都要关注台湾交通的系统性问题，嘛要求内政部都要赶紧提出行人安全实施条例，改善道路环境。去年8月20日，民间团体邀集各党总统参选人发起海路移民大游行，呼吁政府要重视道路交通安全。行人林世鹏推动联名，早起搁前往立法院听证。联盟表示，检视去年1到12月数据，已经有2759人死伫交通事故，对比前几年并无明显的下降，显见政府对道安改善也无够拍拼。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一定要优先排审，因为马路上最弱势的就是没有钣金保护的行人、身障者、小朋友、老人家、推娃娃车的妈妈，而这些人在许多道路上根本是无路可走的。因为人行道如果没有做，其实影响驾驶的交通上面行驶的这个视野，那影响行驶视野，其实在不同层级道路的接轨上面，它会容易造成事故增加发生的疑虑。联名指出，影响多管运区甲行人安全，应该落实道路全面设置人行道，排除障碍，未当他用。就算时间期间，也要建立人行人行道。另外，对电动车设置人行道有明确规范，所以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应该尽速定出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还好行人应该有的空间，有效减少死伤。国土署他们颁布的都市人本交通的设计手册，它其实只是一个手册，它并没有一个法定的规节。那其实应该现在大家是期待应该有个法定位阶的设计规范出来了。文书学者指出，就长远来看，确实需要国家级道路设计规范，和道路设计规定未当只有行政指导。立法了后，也要用力克服变迁和生态因素，多方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主要国党团关注的阁有诈骗的问题，即马诈骗的步数实在是有够多。都有诈骗集团经营讲家庭代工领补助款，爱民众寄金融账户、金融卡过去，等下账户向警时，才发现讲向诈骗报案。警方是具体嫌犯四人到案，移送侦办。警方来到诈骗集团另外一大处，将小生方向第四人具体，用这个诈骗集团。以家庭代工领取补助款为由，
骗取被害人名下的银行卡和密码等等，后来被害人发现户头被监视，才发现可能被诈骗，向警方报案。以注销或伪变造的车牌悬挂在汽车，跨县市到外地的超商来收取被害民众所寄的提款卡，再将假投资诈欺集团诈骗民众汇款的金额到 ATM 去提领出来。警方表示，以小姓男子为首的四个人诈骗集团，第一名册发布家庭大纲，来诱骗民众寄出小簿啊，可以假车牌到外县市提款。经警方查扣21万顶赃证物，相关单位嘛呼吁，年节要到啊，民众若求职要更加注意。三要准备：要存疑查证，要确定工作内容，要亲友陪同。那面试的时候，则要把握七步的原则，就是不缴钱、不购买、不随意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劳工处提醒民众，真正社区网络以高薪资不实的广告人才，看准求职者伫咧找工课，制造求职陷阱，即个诈骗集团总共被清查5个户口，七个被害人受骗，全以涉嫌刑法诈欺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行侦办。记者向台中五年综合报道。过来看到花莲有一个男子，伊去电影出庭，所以早就电报请甲请旨入去法院，当场是去发现逮捕。这个男子就讲，伊唔知影请是违禁品，早伫身躯边是要保护家己。要开庭哈、哦？对。你有没有带什么小刀、剪刀、美工刀、辣椒水？没有。那去法院开庭，拢经过安检门检查，身躯是不是违禁品？暗过伫华联有一个查甫人公然诈穿入去，经过安检门时阵，被法警发现，海报内底有一支电报枪甲真济枪支。凶器所携带车背包内有震爆枪一把、内务子弹，未使用钢瓶一罐、辣椒弹七发、橡胶弹72发及钢珠弹2发等物品。这是在1月2日，花莲一个26岁姓吴的查甫人到电影提告窃盗案的时阵，随身带枪被警方查到。不过，伊电讯的时阵表示不清楚枪是属于法院违禁品，佮认为电报枪只是普通的 BB 枪，用来防身应该无违法。该男子表示是作为防身用，他不知道说携带这个枪有违法之余，枪支是否具有杀伤力，尚待送验中。本案依《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警方强调，若鉴定结果电报枪因穿过2片以上铁棒，这18人会以违反枪炮弹药罪上班，若无杀伤力，因起照违反社会法，无正当理由诈枪，处3天以下拘留，或者是13万以下。记者综合报道。卡球明星梅西是去香港举行友谊赛，不过规场比赛伊拢无上场，引发球迷愤怒，话讲是要退票。港府嘛发出公开批，要求主办单位都要提出解释。迈阿密国际总教练是回击的，强调梅西有受伤的风险。香港大球场有超过38000球迷来欣赏迈阿密国际出战香港队的友谊赛。这场比赛焦点除了球队头家之一的贝克汉，当然就是顶中阿根廷卡球大明星梅西。比赛到下半场，球迷一直喊梅西的名，希望能看到这大明星上场。只是到最后，原本的欢呼声成作戏声。就算球迷一直喊，暗过梅西不止无先发上阵，一直到比赛结束拢无上场。最后迈阿密国际4-1得胜，球迷不满，正生气，话讲要退票。I was quite devastated. I thought I knew that since it was preseason, he wouldn't play too much, but I thought at least he'd be out there for 20-30 minutes. But to see him not play at all, it was really devastating. 场波其实大家都睇梅西，而家可以睇港超咁。同睇港超唔一樣，但係俾咗5000蚊睇港超。平時睇港超都係80蚊啦，今次俾咗5000蚊。梅西一掉帶嚟前台相機，球場周邊餐飲業生意是長長滾。暗過這熱情，稍後結果不無氣，全球場攏是觀眾喜聲。有球迷正網路批評，這根本是大型國際詐騙現場。港府甚至發公開批表示，對主辦單位安排感覺真失望，要求對球迷提出解釋。迈阿密国际总教练是伫比赛了后回击的，强调梅西伫沙特阿拉伯的时阵，卡紧到点状况。La decepción que tiene la gente, les pedimos disculpa, pero ojalá puedan entender que si hubiéramos tenido alguna chance de que jueguen un rato, lo hubiéramos hecho, pero corríamos serios riesgos y por eso junto con el cuerpo médico tomamos esta decisión.
这摆梅西事件都亲像甲2019年 C 罗访问南韩同款，迄时阵 C 罗甲意甲尤文图斯访问南韩，结果友谊赛也是规场拢无去哩，真像遐南韩球迷最后甚至归去发梅西的名来刺激伊。公司新闻邓伟仁朋友。上来话控制的是想要投票民众，塞内加尔主本这个月2号特别举行总统大选，但是肯尼总统随即宣布投票无限期延后，引发反对阵营的抗议，首都也爆发警民冲突，反对党的领袖马强逮捕。塞内加尔首都打卡一条主要交通车路，这是让200多生气的示威者用车链就逃走，将也无阻断交通。政府武装的顶部警察对示威者发射催泪弹，双方枪炮向周围巷仔弹开，警方也遭到两人。过程当中，前总理目前是反对阵营关键领袖安妮塔托赫也当场被抓。另外，国家通信部门用报道揭露示威是在煽动暴力做理由，将一名苏联电视频道断线。On ne fait que se défendre. Il a osé, il a tripoté là, il tripote la constitution, il tripote les journaux, il tripote la population. Il fait tout ce qu'il faut pour nous mettre en mal. Donc encore une fois, on le répète, et je le dis encore une fois, nous ne battons pas pour une simple cause, on se bat pour la liberté.塞内加尔原本伫这个月2号被总统大选，但国总统萨尔提沙发向国民议会甲宪法法庭对真侪候选人资格有争议做理由，宣布大选无限期延后。同时，国会也对审查参选人资格两位宪法法庭法官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对因进行调查。J'engagerai un dialogue national ouvert afin de réunir les conditions d'une élection libre, transparente et inclusive dans un Sénégal apaisé et réconcilié. 这是塞内加尔为1960年脱离殖民国法国独立以来第四场的民主投票活动，算是第一摆延后。甲周围马里尼日甲布吉纳法索这国家比起来，塞内加尔一向被看作是社会政局上稳定的国家。去年伫危险的这期下中，塞内加尔宣布被竞选者连任，国际派现任总理阿马杜巴做总统。反对阵营指出，塞内加尔是烦恼阿马杜巴选未掉，才出后步。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做回来看，今年大学学测国史的第一题，是爱学生为标签概念去思辨。我更会调一人就讲题目真多元。啊，那第二题人生敢需要有芳？未少考生就写讲，面对升学的压力，需要休喘的时间。为观察心灵去思考人生，敢嘛爱需要康芳？今年国文作文第二题争议题，予真侪考生想到辛苦读册日子甲压力。需要休喘，甚至有的学生就会提到说，在上课漫长的上课时间里面，中间50分上课，然后下课的那10分钟，他们都觉得那是一个缝隙，他们可以喘一口气，跟同学聊聊天。国文作文外卷的调剂人陈昌明教授，根据试阅3000份的考卷来指出，争议题一直在高中教学是真重要，学生真熬写。另外，第一题自信题是爱解读标签的概念，嘛说明家己的看法。这几年高中多元训练的影响，学生会去思辨外表、族群到性别拢有，是真多元趣味。男同学自己要搬一个便当箱，女同学呢两个人一起搬一个便当箱。他说，老师总以为男生力气比女生大。这样子的刻板印象也是有问题的。愿意透过个人生活议题去思考生命的处境，陈教授讲是素养命题一个重要的方向。学生无容易去识别物件，就会当去考场。即马155位来自全国的大学教授咧外卷，已经来到最后阶段，到时阵会甲所有科目成绩伫2月27日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平均每年是有300个必囤的患者，经过治疗了后，大部分是会当正常生活。有一个印尼的13岁男童，顶个月就伫真济单位协助之下，来到台湾治疗。这个13岁查甫囡仔 Mario 是位印尼来的，伊只有自信在弹电吉他。真恶相想，伊做起嘴手术2次拢失败。伊嘴底顶含有一个2.5公分的孔，这个孔甲鼻仔相通，就连食饭甲讲话拢困难。
在几个单位协助之下，今年一月在养母的陪同之下来台湾手术，总算重新得开笑容。I can speak clearer, and when I eat, the food doesn't come out of my nose. Mario 手术对老经验的台湾医师来讲，也是真大挑战，因为这种的手术一般敢若需要补一届，不过 Mario 需要经过两届。第一阶段要先把籽填在顶喊的空，等两三礼拜新的肉生出来了后，再把嘴籽跟顶喊分开。第一个礼拜呢，我看到伤口，我吓了一跳，因为已经有部分伤口裂开了，所以分割的时间从两个礼拜延长到三个礼拜，希望有更多的血管啊能够支援到剩下的好的舌瓣。说老实话，我过去3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碰过这种并发症。台湾平均每一年有300个气喘的患者，医师表示，黄金治疗的时间是伫肚脐进前，还未学讲话的时阵。安尼说落来，才会有顺利的语言发展。亲像 Mario 目前讲话，也是有鼻音漏风、家己发音无标准的情形，所以嘛，当伫讨论明年要给 Mario 做语言的治疗。记者综合报道。过年过年前，不少人拢会摒扫厝内，最近都民众成为长时间跪喺路涂骹，造成脚头骨受伤，或者是搬重的物件，造成腰脊骨受伤。个人是使用化药剂，同水讲却是无细里受伤咯。春节要到啊，一挂人厝内拢爱大摒重，啊，不过因为摒扫受伤挂病花人嘛，对滴增加，尤其是长时间跪喺路涂骹，造成脚头骨受伤发炎，也是搬重物，致使腰脊骨受伤。像我这个年纪，弯腰的动作要特别的留意，不能临时的突然的弯腰啊。我可以稍微半蹲啊，膝盖有弯曲的方式啊，这样蹲下来。因为之后就搬重物的时候，要想不要整个腰用力了。我这样我都会提醒我妈说，要记得要蹲下去，用你的屁股后侧这边要用力。有物理治疗师提醒，大便扫进前爱先做热身运动，爱阁选择上适合的便扫工具甲方式。像讲搬重物的时阵，脚踏有爱放软，唔是身躯硬硬。借由一些暖身的动作或者是伸展的姿势来让我们避免这种受伤的机会。长时间跪姿呢会容易造成膝盖发炎，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长度比较适合的拖板，我们用膝盖弯曲取代弯腰。整理环境的同时，爱阁注意清洁剂加疏通剂的使用方式。阳光基金会接到事故通报，有人加两种牌的疏通剂，让十分钟使用，结果造成面甲颔颈受伤。类似事件，干那一月份就发生三例。疏通剂都是那个强酸强碱，是蛮强的腐蚀性。他加了 A 品牌跟热水之后，就好像还是没有很有效，所以他就想说，那他换用另外一个牌子。他都还来不及站起身，就直接成了从那个排水孔这样喷溅，很大力的喷溅出来。基金会表示，在使用强酸强碱类的疏通剂或是清洁剂的时阵，一定要看清楚使用方式。如果真正发生意外，一定要随冲水，阁赶紧就医，说明公司化学受伤，注意各项安全防护，才能当健康过好年。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进口的蚵仔数量是愈来愈侪咯，因为价钱是比本土阁较俗，严重冲击本土的市场。因为越南蚵仔跟咱台湾的外观是差不多，品种都真歹分辨。台南农业局上回都要推出台湾蚵仔的标章。工作人员真努力的背壳检出蚵仔，台南养殖蚵仔的平均年产量大约6000吨，是全台前三名。但今年因为进口蚵仔，特别是越南蚵仔的数量增加，已经严重冲击到本土蚵农的生计。越南蚵仔安尼会泛滥就对啦。两三吨的物件，我都增加到20倍。你政府嘛爱出来重视这个问题。一段那的蚵仔被吊起哩货车，过去接近农历过年的时阵，港口拢有真侪货车来载蚵仔。初五透早，雪档有几台进口蚵仔，影响本土蚵仔的需求量，和蚵农怨叹今年歹过年。做一休五，有可能搁歇一礼拜哦。这一天是出去顺顺的搁回来哦。啊，那较早是逐天拢出去捡了，唔是50人就60人，啊不然100人捡回来。蚵仔行了胖公公，伊嘛是蚵仔煎的灵魂主料。本土蚵仔因为养殖等成本。每斤价小比进口蚵仔贵至少30元，但两种外观真歹分辨。到冬天也是风应大，台湾蚵仔较细粒的时阵，甲较大粒的越南蚵仔才有明显的差别。为着做出分别，台南农业局三月准备推出台南蚵仔的标章。你愿意花多少钱去消费，它就是多少的价值。这样是很好，可是
因为那是价格的问题啊，越南比较便宜啊，他会用台湾的跟他混合。来到高雄传统市场，摊商主要卖东洲的蚵仔，每斤介绍在200到270左右。摊商甲蚵农拢烦恼，部分的业者会将越南甲台湾的蚵仔揽做伙卖。蚵农嘛呼吁政府重视本土蚵仔的困境，加强进口蚵仔的边关检验，确保民众食了安全。记者台南高雄报道。国内明年就要开放纽西兰零关税一台牛奶进口，可能会冲击台湾农民。农业部嘛定出升级转型中停计划，有一个农民是已经提早淘汰牛只。按国政府是也未核准补助计划，欢迎欢乐配合政策，恐惊会受到损失。本土的牛奶新鲜个营养，但2025年纽西兰免关税液态牛奶特别卖到国内，为着要提升农民的竞争力，农业部答应会补助农民来减少零牛，嘛提出中定的计划，要摕20亿予产业升级转型。但袂少台南的农民旧年开始就先配合政府的政策，汰掉部分的牛，向立委表达因正烦恼，摕袂到补助。他们提早协助政府，反而是要被政策抹杀。立委陈定辉强调，去年底农业部个已经表示，要定饲牛产业升级转型的中长计划，有个2024到2027年之间来提20亿，有12项的措施，为生产端、产品端、消费端来确保本土零牛产业的永续发展。但到今计划拢还未公布，对此农业部表示，过年进前计划会送到行政院。农历年前会送到行政院那边去跟院里面去争取经费。那是饲零牛的农民心情是真不安，立委要求政府来了解因已经退无可退的心情，计划应该要两早来启动。另外除了饲的零来减产，农民嘛希望政府会当变有算，好立学校的囡仔会当啉国产的牛奶，赶紧来提出具体计划。记者林静梅配合做台北报道。立法院长韩国瑜今日主持头一场的调研协商，讨论新会期的会议日子。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就话讲，上紧初六，上晚16开机，嘛提出新会期23个优先法案。啊，那国民党立委就讲，随时拢会当开机。民进党立委强调，做好备战的准备。大家来拜年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谢谢大家。因路向立法院动员，小少门拜年。立法院长韩国瑜就任了后，初五早起头一摆视察院内，下昼是主持头一场的调研协商。陪同伫边仔的是新任立法院秘书长张万来。韩国瑜表示，张万来的资历丰富，和立委门前得到上好的后勤支持。委员之间在问政的时候，关于议事规则有冲突、有盲点或者有不解的时候，我们周秘书长能够提供最专业、最权威的意见，一锤定音。立法院新会期，民众党首先提出九大领袖23个优先法案，有国会改革、司法改革、媒体改革、居住正义、劳工权益保护等。尤其针对不法关税罪、吹哨者保护法，立委黄国昌指出，国民党立委有表达受害角色。在议场内，我遇到了中国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委员。陈委员当场跟我表示，他非常支持吹哨者保护法，希望赶快共同来推动。我当场表示欢迎，当然好啊，吹哨者保护法，整个社会都在期待。国民党洪明凯表示，党团在新会期主角在部委员法是按期第一定。民进党立委陈定辉表示，除了定期追踪政府打诈成效，党团会甲行政院讨论决定倒一寡是优先法案。另外，新会期什么时阵开机，那立法无共识。不过，将不管即问倒一个行业会拖到立法院才开工，划出上早初六，上晚16开机。那黄国昌他把立法委员的工作局限在只有开议的时间才叫工作，那我想这个是对立法委员职务把它做小了。只要在议事人员不需要年假加班的一个情况下，我想国民党团随时都能够做好准备，随时开议。最重点是行政部门一定要准备好，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询问。安明凯强调，国民党做好准备，随时拢会当开机，也毋过袂当予议事人员年假加班。蔡玉湖是讲，民进党做好备战，尊重协商决议。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金管基金会公布112年儿童事故新闻的分析，反映除了往六成是机械事故以外，电扶自行车死伤三年来成长两倍，都呼吁政府要加强宣导，扩建友善万车环境。第一个确认它有刹车，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确认它的车灯。骑电扶脚踏车进前，唔通忘记先检查挡啊车灯、警示喇叭声，这些功能一切正常，戴好安全帽啊。监管基金会公布112年儿童事故新闻分析情形，发现除了将近六成是机车事故以外，电动辅助脚踏车、微型电动自行车二手市场数是增加真多。其中电扶脚踏车的市场三年来成长两倍。微电车需要14岁以上才能骑，不过每年有缘故差不多200个二手违规使用而且受伤。学生呢，在整年度的一个事故当中呢，就是以寒假跟暑假为最高峰。那我们今年呢，在电扶自行车的部分哦，看到相较2019年呢，这个事故的一个成长量是增加了2倍之多。尽管基金会表示，慢车的种类真多，而且家长往往无清楚风险，呼吁政府除了应该加强宣导以外，更应该扩建友善的骑车的环境。学生也出来讲，实际上路经过大车时阵，确实会感觉真危险。大马路，然后没有就是旁边的车道让我们骑，然后就只能待在旁边，这样等他们经过我们再骑。只能骑在旁边就很可怕，这样大概是20%左右学生会骑随的电动辅助自行车。然后如果越偏远的学校来讲的话，哈，它的骑乘的比例的话，可以高达60-70%左右。王金茂也指出现况，因为缺少电动辅助脚踏车的教育训练，低速低效的危险的降低较少，希望就提升家长甲低效对慢车规定的熟悉，确保骑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在两年前，高雄是发生一件随机侵犯的案件，警方是抓到一个嫌犯上班，不过一审判决，法官是认为警方的笔录有问题，其他的证据也不足，判嫌犯无罪。检方就表示，等收到判决后才决定敢要上诉。扣得的相关证物以及现场的扩大吊唁监视器，使其黄嫌设有重嫌。两年前，鹿歌中心要读书的路中，被人掠去轻关，引起着社会关注。警方锁定黄姓男子，快速来宣告破案，专案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只是男子伫咧检警侦办的时阵认罪，法院审判的时阵却坚持无做。法官嘛发现，警方问案的时阵有讲着，因若无认罪，厝内人会互牵连，会互拐起来，等等恐吓的话。认为笔录的过程是原警引导，毋是嫌犯本身的意思。还佫有监视器摄到犯案的车辆，甲黄姓男子的车无完全共。款，伊个外观、身形特征甲嫌犯嘛有落差，一审来判黄姓男子无罪。被告被查获，一开始就始终否认犯案。当时被告有表示，他想要请律师，但原警却忽视被告的请求。判决嘛显示，凶手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敢是抓唔到人，专案疑点真多。而针对着法官认为警方笔录有欺诈，警方目前也无回应。不过法界认为，这是因为已经违反着刑事诉讼法第98条的相关规定，才会认定这个自白的证据无够。本案是因为被告自白，显然是因为警察的恫吓，不认罪，家人都会被带回，一定会被羁押关起来等言论，而且包含机车的。特征不同，手套没有 DNA 等，这种无法与事实相符。法官甲审理中对证据的认定无同款，高雄地检署回应会伫个收到判决书了后，再来根据敢要上诉。记者王刘铁丹、陈坤强报道。做伙来关心台股宏观前景，最后一个交易日，早盘是收到卖压偏强，84.8%。在台积电甲 AI 类股带动之下，指数是反弹。分析师就认为，台股宏观希望机会增加，可能会变头一个指数超过1000宏观日。电视荧幕顶端，红色、青色的字跳来跳来，一分一秒牵连投资人的心。台北股市初步宏观，以小跨到12点开出了后，盘中指数不到超过60点，落破1800关卡，上低有到17992点。在宽达股、台积电强盘、甲 AI 类股带动之下，指数反弹，要变收掉1800大关。今天感觉起来就是有一些之前涨幅比较大、业绩没有那么好的股票，今天做了大幅度一个修正。
那台积电还是一个相对强势，那感觉起来今天应该有机会收在18000。回头看台股在拖年的表现，无包括初五宏观这一天，到顶礼拜五起3127点，起20.94%。根据最近这三天的统计，去年台股宏观日收在15802点，去年是17674点，后年是14932点。台股初二收在18059点，交易量是3285亿，又一次登起18000。所以分析师认为，讲兔年台股宏观持续收红的机会大大增加，有机会加做头一个突破18000宏观日。那 AI 相关的股票今年业绩都非常的好，那看起来还是有机会持续上涨。但是有一点是，去年已经大涨了，今年年初又表现得非常强，那风险上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美国联储会主席鲍尼顶礼拜讲，三月份无啥可能会降息，除非未来看到更加侪通货膨胀降温的证据。加上一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公布超过市场的暗算，也推升美金指数起到7礼拜的高位，站起了104，让亚洲主要货币换美金有落。新台币换美金初五以32.34元开出了后，上价有到32.4元，大落1.57角，等于到2礼拜前的低点。目前在32.377元来来回回。在非美元货币上面的走势，以今天来看的话，其实不止台币，那其他的亚系货币、欧系货币等等，那其实都是走入一个相对贬值的状态。外汇分析师表示，美国真强的就业数据出来，下周市场较受预期，美金走势强。虽然在新加进前出口商换台币的需求大，不过台股就会宏观，按算市场交易的投资意愿会稍稍点钟。新台票恐惊偏著整理，记者综合报道。瑞金博通计，去年全国计生移转的厝是有77000栋，创下史上新高。为六都来看，新北市政府15000栋是六都第一。不过专家就提醒，计生了后，搁再准备交易税真高，都要提早规划。建筑工人伫工地内底赶紧赶实，希望新大楼用伫预定的时程内底顺利来完工。只是民众想要买厝，这压力实在是愈来愈大。国库内政部统计，2023年第三季全国厝价所得比达到9.86倍，搁再创下历史新高的纪录。房价涨得太快了，台北买不下去，就会去往新北啊、桃园啊，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就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头期款的部分，对年轻人的压力还蛮大的。除了去年第三季厝价所得比搁再创下历史新高以外，对内政部资料也看到，去年全国计生移转的栋数也是史上上多，总共是77012栋，年增9.4%。其中伫六都的计生移转方面全部增加，人口上多新北市计生移转总共是台南市的3倍，政府移转也称高，去年全国政府移转是51919栋，年增加4%。长辈呢，普遍都倾向于留房养老，而不是养儿防老。那房子呢，都非得等到过世之后才会给下一代的继承人给继承。所以继承移转动数持续的增加。那另外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人口高龄化的影响。不过何世昌也讲，对2016年起出资的不动产要卖时，必须使用新制房地合一税，也就是出资成本愈低，赚愈多，扣的税愈高。所以讲，继承出资的所有权人，若是未来有移转的需求，一定要先规划。包含持有的时间又较长，或者税扣较低，也是讲用自用的税率定买退税这方式，才有法避免被扣重税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作为来关心台糖的猪肉片，扣台中检出300斤，按过中央送检的40公斤样本，却是拢无检出。对此，台中市府今是搁开记者会，强调三项检体拢做2摆，6摆检验结果是拢共款，因是坚持悲观才公布。台中市府验出台糖的梅花肉片含有300斤西部特罗，4号中央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央送验45项样本，拢无验出300斤，形成个人讲个人的话。台中市府国防嘛召开记者会，公布检验突破，强调确实验出含有0.002 ppm 的西部特罗。地性离子跟定量离子的一个比值也落在这个范围之内，两者都落在这里头。好，那我们就确认了，它确实是含有西部特罗。
台中市刑案处表示，伫检验三百种西部特罗的部分，确实出现真明显的红字。强调依据卫生部食品当中动物用药残留量的公告以及建议检验的方法，拢总抽样六处，拢有出现异常，因为是没有滴的权利，因此选择对外来公布。那我们没办法确定这样子验出这个瘦肉精的异常，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所以基于保护消费者、保护市民健康的权益，所以我们必须及时的公布这个异常的情况。市府表示，顶个月十五号，伫台中火车站抽检的台中的两项检体当中，就是梅花肉片产生异常，火车实验室甲检验的标准品受到污染，卖配合中央的要求，将原检体送到食药署来检验。不过中央嘛再一次强调，目前确认排毒，伫屠宰过程交叉污染。屠宰排场的猪，材料人员都在监督，然后整个屠宰完消毒。整个消毒完之后，下午再屠宰其他厂的猪。二个县市目前嘛，就小段展开稽查，但是市府嘛表示，二五号早起嘛收到来自台东的复原申请，于是二三天以来就邀一个单位来进行，四天以来就有结果。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台北市一间国小的学生家长是指控囡仔是甲同学发生冲突，去用拍甲规身躯拢是伤。啊，毋过学校为了避免说是零处理，甚至要求用规身躯来和解。台北市教育局就表示，学校是将专案定调是上个过程中产生冲突，无达到校安通报必要。这个十个囡仔伫运动场顶玩咧耍，甲中高年级的学生相同去冤家，互对方摔倒伫涂骹，双方就来就去了后爆发第二波冲突。囡仔家长指控囡仔伫学校遭到校园霸凌。四五年级啊，在司令台霸占住了，我的小孩刚好跟他的同学在玩，在跑步过去，他整个就是把他抓下，又把他拖在那个司令台的楼梯那边，还有一个男生直接去把他踩到他的左肩膀。提出诊断证明，囡仔真侪所在受伤，甚至被拍甲肩胛头骨头断去。所以学校讨公法，暗过囡仔爸爸质疑学校未敏感，零处理应对，搁予学校施压，要求用几千块来和解。身教、训导主任，他们都不理会我们。两个礼拜后，我真的受不了，我去通报大安分局，里面有一个女警强制学校通报。几个事件是伫台北市一间国小，查甫囡仔家长表示，囡仔读一年啊，去年十月十七，伫代志发生了后，经过至少一礼拜，学校拢无讲法，都报警提告，学校才做校安通报。假生啊，他有承认说是他先做一些动作，跟有一些言语的冲突。当时的认为是这个案子，它是一个游戏当中所产生的一个冲突，好，所以说没有达到校安通报的一个必要。台北市教育局回应，代志发生的时阵，学校将专案定调组，游戏当中产生的冲突无达到校安通报勘查，按过相关案件调查，拢有案定事处理，已经要求学校检讨改善相关禁止甲通报。只是最后经过调查，无认定造成校园霸凌，也让囡仔家属无法度接受。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保留春节假期油菜花海景观，地上乡公所是补助九十公顷的农田，每一户是五千块，将油菜花留到初四。几片黄金色的油菜花落雨了后，看落是搁较水，蝴蝶甲蜂蝶飞来飞去的采蜜，景色是搁较丰富。不过立春的节气一日到，这油菜花就叫农民摕来拗肥。昨昏是初四立春，过过三天就是新正。台东县地上乡公所为着要保留这花海，今年特别补助地上八公庙附近九十公顷的农地，一户五千块，到新正初四才会当捧田播芋啊，让游客过年的时阵去地上会当看到油菜花海。哦，协调跟秦商大约播了九十公顷，在伯公庙前面，它的画面是最美的，尤其当我们的火车经过的时候，油菜变出农药啊，油菜花就会当开甲真红。一般拢会摕来拌糯米，或者是炒牛肉，拢食了真清甜。这嘛，漳州在地人甲游客当季的食食。都是吃芥蓝炒牛肉，没有吃过说那个油菜炒牛肉。它期限很短呐，基本上在半个月至一个月内就
不会吃得到这一道我们比较特别在中古县吃得到的油菜花了。在过年期间去地上乡赏花，香港所还阁推出第一时节菜市进前，游客只要在油菜花园翕相打卡，而且标记上爱地上油菜花园，就会当去大埔地游客中心换一份礼物。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派去乌克兰作战的阿兵哥，因的牵手是组成团体，要求政府都要回来赢红赛回来，所以在现场汹汹出现警察，各种采访记者，包括外国媒体，全部带走孤流。立会军人的家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红场的墓园，对着在前线牺牲的士兵，这家的红赛拢是在俄乌战争内底受到动员令征召和调去前线作战的军人。暂时，这家要求政府给伊红赛倒转来。我们希望活的母亲回来。Нам не нужно никакие выплаты, нам не нужны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ы просто вот я для себя решила, мне потом что делать? Либо в монастырь уходить, либо за мужем следом уходи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не хочу потом жить одна.为俄罗斯发出动员令了后，和征召军人的家后，就家己组成团体回家之路。在过去几礼拜，一直组织在克林姆林宫外靠抗议，争取让红赛赶紧为前线倒转来。真侪媒体记者在现场采访活动，也毋过车上却受到汹汹围过来警方一列一列带走拘留。包括外国媒体发声社、美联社，现场和带走的记者超过20人。为了阻挡警方的行为，回家之路的成员阁一度挡在巴士头前，袂予警方巴士刷叮当。对于当局来讲，回家之路的抗议行为定义是反战、真敏感。不过抗议活动到暂时并无受到停止，和拘留的记者嘛，伫几点钟了后受到释放。莫斯科检察官办公室七三伫社交媒体 Telegram 发出声明警告，表示若是参加无得到授权的示威活动，有可能会被起诉。另外，因为俄罗斯有严格的新执法，反战型的抗议大部分都被俄国官方封杀。伫三月就要举行总统大选，嘛就是总统普京要挑战第五任期的时刻，各国到选举结束之前，会对反战的相关消息做更加严格的审查加封锁。公司新闻台是董冰英。中国不少人是有失眠的问题，也出现各种困眠的经济，其中声音疗愈是少年族群上喜欢的。伫厝内一声搁一声无同音频的颂钵声一直在响，查甫查某都伫地板真平静咧困。这是中国少年族群之间最近开始流行的疗愈困眠课程，利用颂钵手碟顶会发出柔和，或是像戴珠链的白噪音声音的器具，产生疗愈心情的感受，和听到声音的人会当放松身心，进入困眠。受到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影响，中国有不少劳工睡眠品质差，大约有30亿人口有失眠的困扰。高压文化和越来越多人不忙会当好好困一下，所以出现这种声音疗愈课程，和少年族群选择开钱，和家己好好倒眠困去。我有时候因为工作忙或者是焦虑的问题，我可能两三点才会睡觉，然后但是早上起来7点就得爬起来去上班。因为平时工作这个状态很紧，我也没有午休啊。或者说有时候周末也会加班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这个睡眠长期就不是很好。中国婚姻造成疑，为了好好困一下，为心理咨询和精油疗法隆重试过，所以有办法让伊无法度安心入眠，一直到找到最适合家己的困眠方式，就是声音疗愈课程。这种课程除了送拨手碟，还有好声棒、电音大楼顶器具，会当营造出和身心感受平和气氛，和消费者进入短暂的困眠。50分钟的课程，要180块人民币，相当台币780块左右。再来一次，大大的伸展，深深的吸气，脚向远蹬。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费用去疗愈我们的情绪，可能花在医院上，它也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中国的国家健康白皮书指出，中国的资讯科技产业竞争激烈，是中国劳工得到抑郁症和焦虑症比例上高的产业之一。特别是自新冠疫情发生了后 ，WHO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疫情第一年都造成全球人口抑郁和焦虑案例增加25%，也是中国昆明经济的需求一直增长，也让放松的幸福感和快乐，亲像变作生活中另类的奢侈品。公司新闻，但是同朋友。2018年桃园浸皮大火，有6个伤人员，佮2个医工死亡。一审判决，浸皮董事长等6个人向判刑3个月到8个月，佮人缓刑。检方认为判伤轻，会佫再上诉。时间等到2018年4月底，桃园平镇浸皮工厂一场大火，隆重夺走两名消防员甲两名义工的性命，董事长黄伟金等六位主管方认定方便行事，使用较会烧的材质防管，搁伫防火巾增建违章建筑。汤定义以业务过失致死罪处六个人有期徒刑3至8个月，缓刑2至3年不等。本院审酌被告6人犯后均坦诚犯行，并与全部被害人之家属达成和解，而且已经赔偿完毕，犯后态度良好。针对警兵大会判决，地检署是认为本案火灾并不是未当避免，是因为被告等遵照经济庭登记所获公安，所以发生重大火灾。也公告过去类似案件，宣告刑度99%达到7.5个月，相关刑度达到4年2个月，认为电影轻判有轻重之嫌，会依法提起上诉。针对法院的判决，本局表示尊重。也尊重地检署上诉的职权。消防局对判决表示尊重，也过也呼吁依据内政部针对警兵工厂火灾专案为专案报告，有关对地区为完整性违规扩建、占用防火隔离、加制定排气防控材质、参定期清理等事项，建议开始执行，以降低人员防救灾风险。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浸棚大火发生之后，浸棚公司在111年的12月仍然有这个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相关的记录。相关工作环境促进协会也认为判决过轻，提起警兵应该伫劳工职业安全甲工厂安全上做相关的改革，也公告为警兵到平壤大火拢显出工厂防灾措施改革是袂当等，应该做相关法律修改。记者综合报道。感谢你的收看，明仔日同一时间再会。